小金针好不好用？好用。好用小金针同款的水乳。我今天就冲着它来的，是吧？一来就看到这个刚刚新鲜出炉，这里边都不是普通的水哦，它叫精华露。看一下，先全都是精华。看一下这个手法吧，这个是我们的机制，这个是我们的机制。我们光为了它的外包装都花了20多。这是我今天外包装，看起来好高级啊！是的，就光这个，这个是我们家才有的，也是玻璃的。哦，质量非常好，放心啊，全都是玻璃瓶的。超不坏，对的。它连这个口都有专门做的设计，你要平常的凹下去的口容易倒多，容易洒在外面。你看它这个比较精准的定流。哦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然后你再感受一下，这个水它不仅仅是水，它是精华加水的二合一。哇，里面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太适合我这个老女人用了，很舒服，是不是？明天其实可以。有你这么贬低自己的，这老女人多有用。对，太适合我这个老女人用了，真的。你们不知道，已经要40岁的人。40岁就多么的渴望这些营养，而且在市面上就是正常补胶原的，它都会黏腻和厚重。对，对这个不黏腻，敏感肌一点不黏滋拉乎的。但这个非常清爽，不黏腻，不拉丝哦，不黏滋拉乎的，会有那种对的。然后它那么多都吸收了，直接化水，它是手的温度放在上面，你看就化水小水珠了。而且你现在都这么好吗？这个手有没有像坐滑梯一样往下滑的感觉？有。整个丝滑滑，蚂蚁在上面滑跌倒，而且蚊子都滑跌倒，吸收很快，吸收特别快，对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不仅是敏感肌可用，红丝丝、反复敏敏、进阶敏敏的、红肿痒痒的都可以来用，并且它 K 老的效果非常绝，抗老的效果比较好。对的，法令纹、抬头纹、一个抗老的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修加护的，修复的。哇，修复的就是皮肤屏障以前受损的修复用就很好，尤其是我这种暴晒过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暴晒过，还有特殊的那个美美院啊，美容院那个啊，就是做过医美的人也可以，对，是吗？效果修复效果特别好，它能让你皮肤自己的一个判断去做的一个。等一下拿一套，我要买一套回去。像我这种不是太好用了。对，而且这么高的营养，它做到一个这么小的分子，所以你的皮肤感觉非常好。我一直用零食的，因为零食现在冬天用特别好，夏天有点油腻了，有点黏腻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个刚好刚刚好，我觉得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用。对的，它是给你补充一型和三型的胶原蛋白，就是什么，咱们皮肤胶原蛋白流失就会老。皮肤的衰老是因为胶原蛋白流失，你补其他的都不如直接给你补胶原。反正只要一提到抗老，我只能想到你们完美，因为你们完美主打抗老，对，21年了，完全不用怀疑。对的，专业做抗老的，而且这次机制也非常炸，来机制非常非常炸。然后这里，来好吧，可以的。哎，就是我们这个眼霜之所以比较好用啊，是因为里面含了25%的肽，对的，定制生态，定制生态，对的。那普通的大牌里面哦也有肽啊，它也有，比如说像那个雅什么黛的那个限量精华小棕瓶，1000多一瓶的，它里面也添加肽，但是它可能会添加的含量不一样。哦，我知道，是一般大牌是3%到5%，对，我们这里边是直接25%的，25%，1/4。那关键不应该呀，它是25%，它那个3%，为什么人家那个卖1000多，这个卖？你知道我对你们家就是我很喜欢用的是啥原因吗？因为很少有人会把这个20%写在包装瓶上，你们家敢不敢写？因为写上如果没有实际，怼个大姐，没有实际，因为你们家敢写在上面25%啊？对，只是因为没有的话，真真正正的25%，没有的话会被为虚假的啊！对对对，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起反复在用的原因了。所以自己可以研发，这个 OK 的，这一次这个机制要炸一点那个啊，对，因为它怼黑眼圈真好，黑眼圈，对，黑眼圈是真的，很适合你们那些熬夜的，很适合我们熬夜的。我每次就是直播的时候，我会自己用。就大概可能用个1分钟，我还有法令纹，就是这个对法令纹也好，哪里有纹在哪里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你用的时候它是用很舒服，用黑眼圈还有这个纹还有法令纹，而且你早上起来有的人眼睛会肿胀一样，对对对对对，它这个因为它是冰凉的六金微震按摩头，它可以消你的这个肿，就是比你和那个冰美式会好的来得快一点。而且冰美式不容易叫一大早上。对，而且的话，就是我一般大概会按摩个1分钟左右，你会感觉到就是我这只眼睛是提上去的。我给你可以按一下，就现场来按一下，因为我是刚刚在用嘛，可以你自己看一下，它是很明显的，它不需要手法。你用手的话，它是不能到那么深的，就你1分钟时间不需要手法，你会觉得哎。很拉很提，现在已经提上去了，有吗？已经有了，我看到已经有了。哇，这个这边这里眼袋都有点在下面，这个已经上去了。你把你两个手指拉掉，看到没有？它眼角，你看眼角吗？
对，那边眼角是提的嘛，这边眼角是趴的嘛，是的，就是这么神奇。